我们进入了小湖啊，哇，这个小湖太清澈了吧，也太夸张了，还有好多小鱼在这边。这地方照张相肯定好看的啊，我们把它换成照相模式。从这边看这个湖啊，我们刚刚从天上看到这个湖是很蓝，但是没想到它这么蓝啊。把镜头放下的话，可以看到雪山。倩倩新学会的喊鱼，你别说，还真有过来的。你看，好多小鱼都被喊过来了。你看，啊，好多。新技能，新技能。还会喊土拨鼠。土拨鼠怎么喊？这一大群就是倩倩招过来的鱼哈，有没有很夸张？没有带偏光镜，所以看不到水下的样子。走吧。没事，一会儿走就干了。走走走，拉他拽他，一会儿就干了。我以为他会跳石头，没想到他直接一脚踏在了水里。啊，现在已经3点多了，我们的徒步依然还在继续哈。不过这里的空气十分舒服，气温刚刚好，穿着外套徒步不觉得冷，不觉得热啊。再从这儿右转，我们再去下山途中去看另外一个错。我们再往前走，看就错浦湖了嘛。再往前走，我们就回到最大那个湖了。这半路上有一个还比刚才那个还大的一个蓝绿色的湖，我们在航拍上已经看到了这个湖，不如那个刚才我们看那小的那么绿那么蓝哈。就一直沿着这个步道哈，其实它这边徒步无非就是你需要你爬楼梯，路很好。没有土路啊什么的，哇，这角度看上去美极了。高山湖泊好像一般都会出现呈现这种蓝绿色啊。这个就在那个寺庙的下边，但是落差太大了，所以我们走的绕了一些。这又是另外一个小的一个错啊，也是很蓝很蓝的啊，感觉有点像到了九寨沟那种。蓝绿黄渐变色哈，到这边就有点发黄了，因为它水越来越浅了，到那边发红了哈。就这样，我们把这里边的所有的错都看完了哈，十分十分容易。虽然高海拔走起路来有点喘，有点累，但是真的是不虚此行啊。有鱼吗？小鱼吧，小鱼崽子。没错，小鱼仔。呜、哦，就这样，我们搭着我们的专车小巴就下来了哈。景区有个秘诀就是不要跟别人挤到一起啊。离开了我们这个敞篷小车哈，我们等会要坐大巴。对，好的。你在吃什么？面粉肠，奥斯卡已经崩溃了。我们坐在这儿等车，突然间老板送两个西瓜来。我吃不了西瓜，在哪儿都不能耽误吃东西啊。嗯，好香。吃点小零食，补充一下体力，毕竟今天走了那么远。下山了，刚刚在那儿坐着又吃了点东西，欣赏了下风景。反正我们也不着急，慢慢走。真真走了一天，怎么样？累吗？累哦。那就好，累的话就瘦了。奥斯卡都累了。哎，要不要在这儿八塘站
就是特别多，我们在这打个卡，咔嚓，好了，走吧。但哦，今天我们是带着奥斯卡的，所以没担心他路上有什么问题。我们现在去露营地去。哦，回到车里啊，其实在这个他这个停车场过夜也行，但只不过就是前面有条河一直哗哗在流，然后再往那边就是马路318，所以我们还是去后边那个露营地去啊，露营地就在这后边，平平的。哦，我们又回到了营地啊，就没人上来，我们就从这儿下了。有飞翔房车，他们那些还没走。啊，还在这儿加水，我倒过来。加水，我看到了。今天我们回到营地之后呢，得把水先加满哈。这个水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，相当的干净。就这个。怼在车上就完事儿了。接点水。接点水。来来来。好嘞。低点，这加水准备走吗？啊，没，这才今天还在这儿住啊，刚从景区出来。好，我们加完水停下来，看到人家飞翔房车的这个流动服务车哈。活下来吗？啊？活下来吗？狗狗不让他下来了。哇天，那你们这车厂太好了呀！主要是服务我们的车友，我们有专业的这个电工师傅啊，专业的这个机修师傅，就跑318给你们的自己的车维修。其他的厂的车友如果遇到有问题，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。啊，但是我们是以这个服务为目的，不是为赚钱为目的。啊，对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在这个山谷里边啊，遇到飞翔房车他们在这边搞活动，看看他们这个卡车怎么样哈。这是他们的售后维修车，我们进去参观一下吧。人家还带着厨师，我们看会不会玩嘛？哎，他们是双层的这么一个车啊，进来之后几乎都是空的，带着设备啊什么的。哦，这上楼了，我们来参观一下。对，我们上二楼看，人家这是给他们售后师傅住的地方，就相当于是个宿舍。一楼是维修的，二楼是住人的。人家这后边这盖能掀开，能放进去一个50哈，能牵引进去。升降的竟然是，这个售后服务保障车，这是我见过最牛的售后保障服务车了哈。国内独一台。是吧？就这一台。我们自己。